加加加加加。我们这董老师哦，引导我啊，甲另外两个组会的啊，几位服务人员甲我交代，讲恁今仔去做事宜哦，唔免遐紧张遐紧。啊，所以他拄啊吼，咱这是小型的例会，啊，所以放互大家注意去开讲。啊，我照顾领导都是普通无人去去开讲的吼，啊，所以大家真自然安尼来参加咱处理。头一遍各店的开幕。好，来，再来，把这个董助理董老师来，非常的欢迎各位。啊，我们今天刚才咱各位群众测试啦，啊，各咱这贵宾好朋友，大家啊，到茶站、到茶店、到旁边吼。今麦个所来给咱们来介绍贵宾。来，首先第一个介绍就是处女大哥许医师，许医师。啊。这个许医师哈，就是咱长庚医院的妇女部的部长，啊，然后佫是长庚大学长庚医学院的教授，还佫是咱长庚医院美术社的社长，哎，听讲嘛是创社社长，哦，对，创社社长，我们叫现任的社长，啊，所以既然跟医院这一些朋友来讲，我就是群好一个音乐啦，吼。家族的是处理家族的这亲朋好友，来请许医师来介绍，来这样来，非常真欢喜啦！今仔来参加阮妹妹迄个会底吼，伊第一次会底嘛吼，那当然过去很多的个展吼，他都有参与吼，他的看法跟我一样，我们同样是屏东车城人。车城啦吼，后安乡那个车城，那这个很小的一个村庄吼，大概从以前闽式的建筑，还有慢慢的山峰的烟雾，所以伊有特殊的一个建筑群啦吼，就倒塌吼，所以现在这的建筑大概几乎都没有了啦吼，不管在温暖的有够危起来吼，所以可以维持过去车城美。让人家知道它美在哪里哈。那多谢各位贵宾来参加我小妹的迄个第一个个展啦吼，非常的欢喜吼。啊，迄个恭喜伊吼，今年考到迄个高师大美术系的研究所吼，这是另外一个生命的一个追求美的一个收获吼。那他能够这样肆无忌惮的做这些事情吼。我要感谢我的妹夫哈，范建哈，他在后面，不管金钱、金钱、精神哈，而且一个研究所的各员都是伊个配的哈，所以这个将来一个奶茶哈，多谢领导哈，多谢领导，我们妹夫非常的支持哈，是恭喜家族里面哈。大概辈分最高的就是我大舅妈吼，大舅妈，你好起来了。啊，过来三姑妈，今年九十几岁。啊，过来的我妈妈，八十八岁。李保安吼，啊，过来西安保安。今年会长播，哦，过来，我恭喜家族的掌门人，哦，董俊南先生，现在恭喜家族的长辈哈，这然后就那笑脸拢站起来哈，啊，贵宾哦。我本身是有三科啦哈，那个学姐知道哈，他的认真，比如说大出血啦，然后等到长庚，那我们组一个团队，然后谢谢，
好，咱接下来介绍贵宾，啊，贵宾介绍完了，再个开始致辞啦，哈。啊，咱要来介绍的是啊，淳于纬度的老师，是林英哲林老师。啊，各位林老师，各位学生们，大家好。各位林老师，学生们，大家好。好，欢迎大家。林老师做的演讲告捷了啊！林老师是台师大的美术系的学士，你是咱海天工商，是海天工商的专任的美术老师。啊，同时嘛，咱高雄科大，啊，高雄科大大家知影在一间大无？个人专家啊，高雄应用科大、高雄海专、海科大，啊，跟高雄第一科大这三间合并，啊，伊是高雄科大。都有正修科大啊，做一个好好的这个外聘的老师啊，所以教有教有一个学生教一个，来大家去台欢迎，感谢你，林老师啊，请坐啊，我今天比较开始介绍，我后尾介绍的歹势，我无分大细啊，我比较一开始，来介绍这位是咱淳于这个干部的美术推广协进会现任理事长，谢谢市长，谢谢市长。啊，再来是啊，咱前立委游鸿游前立委，啊，游前立委够久的弟弟哦，就是游杰，游杰，感谢感谢。大家好。高雄市美术协会现任理事长卢冠生，卢理事长，啊，谢谢大家。啊，再来是咱高师大的教授林教授，林教授是啊，淳于的学长，啊，拄仔咱是入讲淳于今年拄仔考到高师大美术系硕士班美术系研究所，啊，伊是硕一，啊，伊是西一，硕一硕士一年级，啊，我就是硕一啦。哎，拄仔大家听着拢关没关系的，伊是兽医，啊，伊这你叫动物应该是兽伤，你比较麻烦。你若叫伤是兽伤对吧？咱伊的同学，迄、那个同学班长，班长对不对？班长以及所带领的全班的同学来掌声，欢迎走一走哦！我今天我跟你们分享这个，对，加一起兽医啊！咱高雄凤翼狮子画协会创会理事长刘理事长，好，来，再来是咱这个九桃猫头鹰大师啊，黄炎泉黄大师，还有咱圆梦画会创会理事长曾其正曾理事长。沙凯森沙理事长张慧兰，我们刚才都还要有一个是咱谢理事长美术推广协进会谢理事长的总干事何小文，何总干事，欢迎欢迎。刚刚各位贵宾不介绍，哎，再来黄正德黄老师，这位黄正德，哎，又参加一场，这位致辞。阿兰加林老师的致辞。东亚的一个乐声当中哈，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细腻的情感啊，尤其在看到画作的同时啊，也都被深深的感受了。那我刚刚在坐在前面这个地方啊，也听着音乐。啊，也看着投影画面里啊，正在介绍着一些画作，赏析旁边的这个环境啊，也来画一画，或者是像徐医师说的啊，我们拿着相机啊，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我发现里面有些文字，可能也是生活上的一些点滴的记载啊，真的，处处都是感动。谢谢林老师，他今天来这个地方，马蒂高斯他的咖啡嘛，挂油画班哈。啊，咱这个游鸿游老师、游立伟嘛，英哲老师也行的。吹着这长岛，这长岛懊悔啊，会斗气嘛哈、哦，然后他的球劲他会更大，
更甜，哈、哦，啊，即摆搁在艾文嘛，艾文遐嘛，敢若特别甜，哈、哦，啊就是来研究伊个伊个元素啦，吼、哦，它的元素啦，吼，啊，图就是看伊更新啦，吼、哦，看伊色水，谢谢谢谢，你讲啊，请这个游鸿游立伟来致辞，来游立伟。这里位吼，无啥无啥物风采啦，但是呢，啊，这个一回是拢会请入位呢，啊，讲话啦，吼，啊，无以我的辈分吼，画图的辈分是也无够资格来伫遮啦，吼，足济咱遮先辈，拢比我较有资格，我是有名气啦吼，啊，画图无实力啦，吼，阮兜兄弟大家拢画图，包括我的兄弟吼，拢总会画图。了解呢，伊是一个才女，才女啦，吼、哦，才女，你看呢，啊，伊的图啦，吼，啊，伊的琴，等一下呢，佫有时间，伊讲要佫会表演啦，吼、哦，这是才女，伊毋是干那才女尔，伊佫侠女哦，人讲的蝶女呢，侠女，啥有佮你侠女，就是呢，以热心公益，吼、哦，啊，足热心，伊拢在共布展，包括我伊放在顶。我咧点动，伊拢去搞我布展，啊，佮搞我指导，佮搞我倒销，讲、欸、你这要安怎写，拢总董老师咧在搞阮指导，啊，所以呢，伊的艺名足济哦，哦，阮家的艺术家的人，哦，叫伊董老师，但是别位人叫伊董亮呢，董亮，董亮的啊，董亮的，董亮是啥？是呢，伊足热心去帮忙人，哦。啊，董姐是一般就讲我七十岁，我嘛是叫伊五十几岁，我嘛叫伊董姐呢是尊称。这个董姐呢是对于帮咱人的这个尊称啦，董姐，哦，董姐，哦，啊，伊这个才女，佮另外呢，我所了解，伊是一个好女呢。我听你讲讲哦，伊住车城嘛，吼、哦，啊，车城呢，车城的。迄、那个海参馆过去遐有一个家当屋，阮姓以为尤家总伫迄边遐办，吼、哦，安尼伊呢时常呢，我听到了吼，时常等于车城在爸爸妈妈在中间，在李老师这边遮甲安排，爸爸妈妈去看病啦，啊一工呢拢看几落科就对啦，吼、哦，安尼个甲载对安尼啦，这种好女呢的精神。啊，得过呢，互因学琴，啊，得过再去补习班补习等等呢。哦，啊，这真正吼、哦，做一个好妈妈啊。迄、那个孝女呢，就是讲孝顺爸爸妈妈以外，佫疼个家己的这个迄、那个祖囝。哦，另外呢，就是讲伊的精神。哦，伊呢，啊，佫画美术呢，画甲很好啊。伊呢，搁去读迄个美术研究所，这就是青年的榜样。吼、哦，青年，伊迄本也讲要招我讲去读研究所吼，啊招不来，讲要去读。阮班咧讲要招不来读研究所，我讲唔系啦，我拄啊读迄个 EMBA 吼，迄、那个我来硕士掉呀，搁读研究所，那研究所都有实力的吼，唔、哦、是靠名气的咧。袂使讲安尼，对着高师大讲，看到姚宏做千里伟了，我把他收起，迄唔是安尼。奶奶看到咱。董氏家族那么多人来，哈多人来伫遮，哦，安尼只是表示啥？咱董家照顾咱的后世，哦，帮咱后世同解脱的正念，哦，啊，万万讲咱董家呢，以后继续甲董老师栽培，伊还佫咧学生咧，哦，啊，未来呢，伊的前途还佫真光明，哦，啊，伊的。今仔日呢，来遮哦，伊个指导老师，啊，伊个硕士个推荐老师加等等，相信呢，伫因个栽培下，董老师呢，后界呢，伊个画展会当呢更加个水啦。哦，啊，这是呢，伊讲帮忙受霸场个即个布展，啊，甲画展第一届个首展，第一届个展览，哦。啊，这段中间呢，啊，董老师呢非常认真。我知影讲，伊今仔日这钢琴都练几礼拜啊。虽然呢，伊普通时拢总好，拢总在练，
顶礼拜拜四，顶礼拜哦，今日去拜礼拜嘛，哦哦，拜四，伊为着等一个迄个小伴手礼，就是啥，咱的长头，加咱的这个啥咸鸭卵，伊为着迄个伴手礼，要用咱故乡的长头加这个迄种咸鸭卵，又搁倒转去呢。哦，啊，我想讲，哦，啊，伊家己人开车吼，啊，搁在来摸迄窗口吼，啊，我伫我的看起，伊也是足软弱的哦，诶，足坚强，身体足软弱看来呢，但是呢，伊的心内足坚强，足坚强的女性，所以呢，伊在讲的，我讲安尼，我陪你来吼，我甲你揢迄个啊，甲你揢窗口，我会知呢。我搁特别早来，搁到阮小弟，搁把迄个礼物呢，小礼物，哦，安尼斗争落去，哇！所以咱看到呢，伊真心有疼心，有爱心，伊所做诶遐个伴手礼，啊，感谢咱所有诶亲戚朋友，啊，所有诶贵宾，啊，恁今日呢，啊，会来参加，我相信呢，这是一个足好诶回忆，对董老师来讲，哦，足好诶回忆，哦，啊嘛是对。一个伟大同介大个鼓励啊！伊往伫遮呢啊，感谢董老师呢，过去呢啊，伊往五届的会店拢总去，把我这最漂亮的招待的美女啦，哦，伊拢把我招待呢，倒招待呢，啊无我着对伟大对个伟大拢无啥熟悉的时阵，哦，安尼阮呢倒啥讲啊？我无啊，感谢阮强哥啦啊！啊，这一个赖老师呢，因这前辈哦，前辈。哦，他对我也叫。我今天改成吞了。我是开玩笑的啦。公司听以前早的无伴手礼，各位这伴手礼，他都话咱里面有报告，两项，其实本来是三项。咱的车城各有一项有名的物件，什么物件？乐山红。本来主理哦，要学迄个台中市的卢市长。要去蒸热山风饺，上面一挂的，到尾唔知要哪蒸啊！啊，人家老机会来找卢市长，甲请教者，看你迄合欢山的风饺哪蒸来，空气也是空气啊！吼，哎，啊，所以稍等者吼，大家慢慢来啊。那已经渐渐接近尾声啊，咱上尾啊，要来请董春丽董老师来给咱致谢词，来掌声鼓励。恭喜家族的哥哥姐姐们带来了参加我今天的首展，真的好感谢大家，我心里好几次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今天这样的表现方式，作品跟音乐的结合。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我有严重的听力障碍，可是哈，我还是不会阻断我学习事情的态度的，大家真的要，你们应该都会比我更厉害，因为你们，我绝对不会因为身体的残缺而阻断我学习事情的那种态度，所以在座各位的人都很努力的，然后谢谢，今天真的很感谢大家来参加这场个展，谢谢。处理一个纪念品，来，请大头姐吼，后尾大家拢总徛位，咱就是有会听咯。来，大家拢坐下来，坐下来吼。来，所以，哎，也是代表吼，啊，这个花是不谢花吼。那各位如果有发现美的眼睛吼，这个朦胧是一个美，然后拿出来。也是一个美，然后透光也是一个美，希望你李光给你准备这个哈，希望你喜欢。目前我的董喜的上一辈哈，就是直系的哈，当然就是李光爱那个年纪最大的哈，其他的是阿密嘛哈，还有那个阿健哈，这些重要的哦，来。关键。
这是处理艾珍部同学。啊，伊是何山厂，何山厂的典礼兼讲师哈，模拟器材中心的典礼经理林经理啊兼讲师。我拄仔想讲要甲请教吼，因招何山厂是熊老师，啊，这白鹤令呢是咱纯女家己本身二，另外的王老师啊是伊个小提琴的老师，啊这，诶，请问你刚出师啊？来，咱掌声来欢迎。请你按照小老师开始咧，咱是咱咧茶会时间，咱咧茶点的时间，啊，请大家吼，主动去头后边遐提家己的茶点，啊，想要来遮欣赏这个现场挥刀表演的拢会使吼，但是上重要是到尾啊，你要倒转的时阵，麻烦你提一个伴手礼吼，大家人拢总有哦吼，我来请来，咱后边真侪点心，这个真侪迄个茶点哦。
比较有可能。嗯没啦，还好。